前的绑架，我的脸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，你比谁都还清楚。你还要再瞒我吗？好吧，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是不想再让你这样继续下去。大坤叔已经被抓了，他如果不小心说出什么，你难道都不怕吗？其实我早就想过了，这事儿终究是瞒不住你。大坤跟我十几年的兄弟了，不会对不住我的。爸，我拜托你，松手吧。这几年我一个人在国外，我为什么回来？我回来想要什么？你知道的。你松手吧，爸。当年把你和你妈送出去，是为了保护你。其实，在你出生以前，我已经做这个了。可入行以后，才发现这是个不归路。放心吧，爸给你保证，会陪你一辈子，让你一辈子开开心心。你先去吧，爸跟眼镜叔有话要说。答应我的，不能忘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